我看到了《动物派对》那么晚上线，还玩个锤子哦！Hello，Hello，GPS，安吧。我今天现在应该去干什么呢？快删吧，跑地图，看你昨天地图都没开。有几个选择。又有新的选择，你说吧。你可以直接去雪山把巨人杀了，然后一路再从王城杀过去，直接打通关也行。然后还有呢？我就是继续跑图，把祭司拿全了。我想知道这边这么多一大片我没有到过的地方，是干嘛的？我起码啊，把一般地是图剧给情，跑了吧。就是剧情要走的地方。哪里有捡地图的地方呢？我是不是要先从雪山，然后再从雪山那边过去啊？我那个山从往雪山右过边不走，去。那我往现在东先边想走。哪几个技能？一个就是那个暗月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大陨石，在哪里拿呢？暗月方便呀，暗月直接传送，那个月光祭坛那边，月光祭坛在哪儿？就那个拉尼那个任务那个位置，拉尼？白金村，对，白金村下面一点那个月光祭坛。白金村？坏了，完，哦，找到了。那里不是有个月光祭坛吗？不是。大陨石不是打完黑暗弃子就有了吗？啊？我现在有大陨石了吗？不是啊，不是，大陨石是要打黑暗弃子的兄弟，恭在上面喜那片年十没二开的地图月里面。归来的日子，粉钻升到22级。好了，那么我现在到了这里，要往哪里走呢？这是什么？Northwest 西北，西北方向走。顺着路一直跑，这里有一个桥，我要过桥是吗？啊？哪有桥？不是，你别到白金村去，去那个，我还这月光里，祭坛，我这里不是还传月白光金祭坛村，没开。月光祭坛不可能没开啊。月光祭坛，你从那个你做拉尼任务的时候，从那个安瑟尔河出来的话，第一个赐福就是月光祭坛，肯定开了的。真的没有啊，我这里只有马努斯瑟利斯大教堂。那传教堂也行。教堂，然这个后教往堂外走。是我打龙那个地方吗？对的，外面就是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背对四伏往外跑，就直接骑马了。果然是，哎呀，在这里受尽了折磨，好烦呐。对的，先顺着地上这个，顺着地上这条土路走。对啊，我看看。往右这转，里也往有一那个边赐就福，是，这里有一个赐福，这个对，是不那是个就师傅是那就个是，月光祭坛呢？对的，应该就是，看你去摸了也行。哦，是的，这个就是月光祭坛。上去吧，西北边走，西北边顺着大路走，小心下面有龙啊，三条龙有。要打死吗？不用，直接跑就行，就一条路，反正。而且这个龙是算小怪的，它不算 BOSS 啊，也不算小怪，算精英怪。我以为打死了，我以为打死了给东西，结果打死啥都我没好给。像走错了。哎，这是龙吗？我晕。你看到第一条龙的时候，就应该往右边那边靠，右转那边下去。不要追我啦！
没有路了，这里。左边，往左边，往左这里可以下去，穿过那头水晶，然后再一直往前走，就这么一条路吧。前面有几个鞋钉人啊，小心一点，鞋钉人。弄起来挺痛的。小心前面还有什么？还有。哇！然后过了那边以后就往左边直接下去。哇！这是什么？风狼呀，就是你在学院里打过的那个东西。好黑呀，这里我走错路了。往左边下去，哪里呀？对，就是那三个建筑物的右边，有个地方可以、哦、是有路的，可以绕下去。哦，哎，这里好像有东西可以捡，切，好像不是什么很厉害的东西。哎呀，不要再追我了，你再追我我要跳楼了。右边有路吗？哎呦，好痛好痛。往边绕一绕就行。我指的是西巴雷，是这里吗？对对，没错，直接下去，然后直到跑到一直往前跑就行。然后你会看到一片蓝色的草地，上面全是蓝色的花。这个时候你应该会看到右前方有个巨大的法师塔。有。就往这个法师塔跑，从左边绕下去，其实就是在往这个法师塔跑。法师塔前面有个赐福。有意思的就来了啊！有意思的是你要去找这个法师塔门口，去法师塔门口要去，法师塔门口摸一下那个小雕像。找出三只大型睿智，哎，这个好像找过呀。对，赐福不能做，哎呀，赐福不做好了。可以做，可以做，可以做。做完就消失了，这个就记住。没事的，这个师傅可以做，我已经知道那几只乌龟在哪了。在哪？就是你摸完以后先不要做，先往我记得是在右边吧，应该是，就是绕着这个塔周围的悬崖看一圈，有个地方是有那只大乌龟的，它趴在悬崖下面，就挂在悬崖上面。我只找到了东边找个建岩、嗯，东边有建岩，建岩的地方下面就是。我看到一个乌龟，但应该不是那只。透明的。透明的那种。东边有个建议。边悬崖边上。东边呢、啊？我怎么记得在西边？在这吗？悬崖的那个位置。对，悬崖，我记得好像挂在西边。对对对，挂在西边的悬崖上面。我想打这个东西，怎么打不了呀？稳一下，还得把它压碎了。没有啊，它压不碎。算了，被我踢下去了，干。
在悬崖下面。对，它是在悬崖下面挂着呢，挂在悬崖边上，它挂着。那我左边有个很多，往西边去，往西边这里有个很多有个有很多血迹的地方，很多血迹的地方是吧？对的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因为你砍这只乌龟很容易把自己摔死。哦，我看到了，还要砍死他吗？有弓吗？换个弓好了，换个弓射一下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拿个月光剑直接劈他一下，他就死了。对着他劈一下，他就死了。可以稍微往下面站一点，然后拿个月光剑去劈他，不用锁定他。不锁定打不着啊？那怎么劈呀？对啊，你有这个方向的，就直接放呀。说劈不到、不对，你在下面去，你左边有个突出的石台，看到没？看到。站到那个石台上，对着他放。左边下面一点的地方，有个三角形的石台，站上去对着他劈。好像这里还是不行。这应该是可以，放个弓好了。好了。我当时就把他劈死。一个。然后呢？然后啊，然后就是这个任务最蛋疼的地方，原路返回，不要去做工火，直接原路返回。返回去哪里啊？顺着刚刚来的那条路走，上面那个废墟，在上面。对，在北边。哪条那条的？有个气流，你反正就顺着刚来的路走就可以了，就一直走。就一直直走，不要转弯。有气流吗？这？啊，再往前跑。那一块大石头后面藏着，挺远的。一个斜着的石头。反正就顺着刚刚来时的路一直跑就看到了。我已经不记得我来时的路了，讲道理。被小兵打你的那条道，你抬头看有四个月光的光柱的那个位置，你来这儿那条道。我当时找的时候我是看那个东西。第三次路被不用打的，直接去把那个遗迹的时间钥匙插下就好了。等一下，光柱的方向。有光柱的方向，那我感觉我跑得更远，特别亮的那个，太远了。是这边吧，前面。这里。他这个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啊？之前那个不就在周围吗？对的，只能说这个设计的比较恶心，确实。就一直跑，故意不想让你找这个东西。一直顺着这条路跑。怎么我又路过这里了？一路向北。对的。一路向北，千万别停。在这个后面吗？看到了，跑到头，跑到头，然后你往上看，你会看到天上有那只乌龟。天上？对的，你就直接气流里跳一下，你就直接骑马在气流里跳一下，你就把它撞碎了。记得当时找条发过、哦，就在天上呢，你给对一对那个角度。这还得对准，跳两次就知道往哪边对。跳下它就没了。不行，对不准，好尴尬。嗯，跳了六七次。应该是 E 稍偏一丁点的方向，应该是这么个角度。这咋还没撞到呢？撞了个空气。因为它是斜的。它不是正上面，
更找不到它在哪。一稍往右一丁点的话。哎呀呀，烦死了。嗯，还是没找到。你再稍微再往右去一点点。它在这里，它在这里。你头给冲着你。回来呀你！啊！哎，烦死人了。我都怕我直接掉海里了。哦，没有对数，随便一撞撞掉。阿哲 ，OK， 然后现在可以传送了，直接回月光祭坛。然后传过去以后，看一下包里，看包里有没有时间钥匙。时间钥匙长啥样啊？就长时间钥匙那样呀。它在哪呀？哪一个里面呀？那个墙贵重物品里面，就是那个就是最上面那栏两个钥匙那个标。最上面一栏。最上面一栏，你那个背包的最上面一栏不是有个两个钥匙一样的标志吗？哦哦，在那个里。有吧？有时间钥匙还有两个。行，那直接那在这边直接，在这里直接右转，我看一下哪个方向啊？往东边走。啊，东边这里有个废墟，你看到没？看到了。这个废墟里会出怪啊，比较恶心的。你就进去以后往左边走。月是贵族废墟。对啊，废墟里会出怪，你可以把大哥叫出来，先把怪给清干净。然后我要去干嘛呢？在这里有个小恶魔像，你把那小恶魔像给处理了以后。它后面地上有一个隐藏的门，隐藏的门里面有一个护符，但是你劈，所以我说你不要先把怪清了嘛。没有，我看到了，这么多怪。对，这里怪巨多。我去，这么猛啊！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！救命啊！我去，还有大熊。我去，太猛了！不行不行，这要招大哥了，这顶得住啊！这可以招大哥吗？可以啊。刚刚还有战徽，怎么现在不显示了？我们在读条呀。稍微走进去一点，看那边有怪了。哦，有了。靠你了，大哥，我们冲！走吧。先去捡我的尸体，好惨呐！大哥，你来扛，我走了，拜拜！去找我大哥。哇，他打我大哥好痛啊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，我感觉他快要把大哥给打死了。小心啊，地上那个绿的是有毒的。哇，
还好大哥血够厚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零一墓地铃兰。这里还有别的怪吗？有几个小怪，剩下小怪都挺好处理。我那个小石像在，来吧来吧，靠树。大哥大哥。我去后面帮你打。大哥就是猛，用灵魂激流打这玩意。刚刚不是还有个熊熊？那个熊其实不算这个图的怪，所谓的。我前面看到那个小石像跑哪儿去了？靠林子那一边，靠林子那一边中间一个。啊，在这。然后把钥匙用掉。然后钥匙用掉以后换个近战武器，换个近战武器，在这个小石像右边，在这个小石像右边后面的地方敲一下，有个隐藏的地道。后面右边要敲这个石像吗？对的，不是敲地板，换个近战武器对地板劈一下就好。对地板劈。对的。敲右边的。哦哦。敲右边地板，对的。走。封印解开了，然后呢？然后进去，这个洞里面有个护符。啊，先把护符拿了。啊，护符拿了以后就直接传送，传送到刚刚那个法师塔那个字符里去。直接传送吗？对。那我大哥不是没了？没了呀。不需要大哥了，大哥可以光荣退休了。是哪一个来着？是这个祭坛南方吗？对，祭坛南方。然后法师塔门开了，就直接一路跑到顶就可以。一路跑到顶，那个箱子里面就是拉尼的暗月这个魔法。我想知道这个，你们不看攻略的话，自己摸索得出来吗？当然摸索不出来。那么第一个摸索出来的人又是谁？那攻略总得有人写吧，大家都在看攻略，第一个攻略是谁写的？啊，总有人去摸索的嘛，一寸一寸的摸索过来，然后就说实话那个样子，你不告诉我那里敲一下，真的我真的想不到，我也想不到，玩魂的游戏都喜欢挨个地方敲，建筑墙就喜欢敲一下。哦，有了。然后呢，这个魔法要两个格子，所以说，比较痛苦的那种。格子并不是很够用，我的感觉。我瞅瞅。官方人员会开发攻略。那比如说平常不用大剑就把大剑给卸了。哎，必须能力值哦，他还要求68智力，这怎么办？你没有68智力吗？我没有。你不是点到70了吗？我点到60吧。60。那发魂吧。要么就在这里碰头。这里我去回个档，我去。
还是去那里吧，去那个艾雷教堂吧，还是就是初始的那个地方是吗？艾雷教堂初始上面一点。哎，我看一下啊。我又要开始打劫了。好的。对的对的，灵魂银行来了。拿来吧你。我可以开始画符了吗？先画吧，我先，你画完了我先看一下能不能看到。好好，能看到能看到，那我可以开始丢东西了。坏了，咋了？我自己就被我自己捡起来了。啊，这，哼，不想给就直说。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技术故障。都有什么用啊？追忆嘛，追忆可以换东西啊。那是从那个老太太中间那个门里面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把追忆敲了，每个给两万魂，但是我觉得多少有点浪费。还没有好妹。好吧。怎么还没有人召唤我？哦，好了。哇！满地的钱。在银行取款了，主意是。还有一个，好了，送我离开千里之外吧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发财，开捏。先去升级一下我的智力。还不够力。啊，不够。我一开始捏了十个，然后不够。十个肯定不够呀，你到了100级以后基本上要。基本上我想想至少30到50个这样子捏的。
直接捏99是不是有一点太多了？也不多，可以把其他的属性也点一点。那再把什么点一下呢？血条还用加吗？加到50吧。智力就行。你看现在多少了？50吧。嗯。我现在不用了。血量提升可以点到55，其实。它软上限是55。还有蓝条，再捏吧。一般就是加智力加信仰的玩法师的话，我一开始是把智力直接点成了99。你把智力点到99啊？对呀。啊，这智力不点到99哪来的伤害？我决定要大胆一点，全捏了。全捏了也不过就是升到80而已啦。够了够了够了。但是先试一下。昨天记忆是拿了几个？好像只拿了一个是吧？两个。两个。还有600在哪里呀？还有600在你的置物箱里。哦。在哪呀？置物箱。这个确实挺帅的。哦，篝火。四伏。哦，篝火。四伏坐下来。在那里吗？按下 Y 就可以到那边整理木箱。对，选择取出的数量99，最多只能取99，然后把它全部捏爆。哎，作弊的感觉真好。速偷了。哦，99了。99了，还可以升点啥呢？信仰。上信仰吗？信仰可以点到30左右。我觉得点到250就差不多了。250级应该是二周目通关的等级。是的，我现在就是250级。我点到了27，就这样吧。好了，那下面我们再去拿大陨石。大陨石啊，要不先拿记忆石吧？感觉这个陨石也是两个格子，你现在已经没有格子了，已经。没事啊，我可以把它换掉啊，我不用的技能。对，但是不是你拿了几个那个了？你是不是现在你看包里总共有几个记忆石？5个。5个记忆石，你原先有3个，那就是8个格子。8个格子的话，你那个灵魂之流占3个，这样就还剩5个。
然后的话，这个那个那个什么，暗月占两个，暗月占两个，还剩三个，然后另外加一个，然后小陨石和一个近战，嗯，然后大陨石再占两个，你就只剩最后一个格子了。没有啊，我不用暗月，我可以把暗月卸了呀，我为什么要一直带着暗月？行，也行。我看看啊，又要去摸电击卡了。哪里在哪里？让我搜一搜。可以不用，但不能没有，是这个道理。主要是有一些 boss 用不同的技能打好打呀。那是白金村。又是白金村呐。对的，又是白金村。这次是白金村，不是祭坛啊。白金村到了，可以先把腰间那个小灯给挂上，太暗了，实在是恶心的很。小虎要去干嘛？然后一直往前走，往前是哪个前？嗯，正东方。我一路上有一个鬼。那个树下有个人应该会站在那。咦，吓死人！这里害怕，快走呀！这里不只有一个怪啊，沼泽里还有螃蟹呢。哎，不对，你走歪了，你怎么跑下面去了？你从赐福活了以后，直接往前。就直接往前走，不是你说往东方？我没让你下去啊，直接往前走，这里是东方呀。嗯，我的方向是东方啊。他往前走不就是下去吗？这里还有别的路吗？下去啊，顺着上面走呀，当然不是下去了，顺着这个草地走。不是啊，你这个上下，你这个要通过这个拱门吗？我想知道。不用，你直接传回去吧。我已经回来了，我已经跑回来了。你是往上面的东是吧？知道了。对的，上面的东。哎，我靠，差点摔死。这上面也没路啊。不是，你刚才已经看见他了，就你刚才踩到的那个棺材。干嘛？我要杀了他呀！哦，这个是怪要打的是吗？对，树下这个。出来吧，大哥。打不打都一样，打不打都一样，其实你就到这个棺材这里停下就好。宰了他。应该边上几个地方。他这里不是有个人吗？跟他对话。到这儿拿啥呀？蝴蝶呀，不就要去化身蝶吗？蝴蝶不就在旁边那罐子里吗？他都路过了。对呀、啊，敲他一下就行了。刚才你打怪那个地方，老板旁边有个小罐子，敲他一下就行了。对，他会变成个人，然后跟他对话。You must keep it out. 不用放进去，敲他一下。哦，要拿两个 ，OK。还有个另一半。A chosen lad. The medallion is only a queen, but for dear Latena. 另外一半在哪儿呢？别把他打死，拿到就好。另外一半在雪山上面。那传过去了。对的，直接传到雪山。传到雪山，你那个传到雪山，你有的最远的那个点，就这个啦。什么萨米尔？远的就是门口的那个点。对，我上次来这没再往里走了。行，
那路就有点长了。那咱慢慢跑吧。哇，感觉在这里离黄金树好近哦。会越来越。索尔城那个地方，我记得里面有两只狮子狗，哎呦，麻烦的东西。我现在要去哪里？往东南方向跑。哇，路上好像有怪哦。它会有个怪，对的，你不用去管。呜呼！东南方向。一直顺着道路跑，就一条路吧，不是。就是不用拐来拐去的。哎，走一条路。这里又有怪呀！我又走错了，哎，好像没有，要从这儿下去？不会啊，它不就一条路吗？啊？那我走错了吗？这里有一个卖东西的，有两个，这两个是干嘛的？是怪，他们会打我？不，是真的，跑呀！然后要通过一个狭窄的石桥，对，看到桥就过。咱们到中间可以往下走一下，前面有个射箭的。然后呢？这个射箭要打死他吗？不用，不用，过去就有刺。刺服在哪里？往哪走呀？山上走吗？应该是这里。山上。像又走错了，不对，不是这里。那我没看到那个刺符啊。这是哪个方向？南边啊。就往高的地方走。往高的地方走。这边吗？应该是西北方向。在这打转呢，原地。这里哪里可以上去？反正是要上去以后才是那个位置。你看上面不是有个拱门吗？你走到那拱门上面去，往后面绕一下。哦，原来要从这里。到赐福了，接着走就行了。
对，继续顺着这个冰冻的河道往前走。哇，前面有怪。然后你会在右边，然后你会在右边看到一个巨大的火焰巨人。对，然后呢？这个时候往左边上面走。啊，不是，那不是火焰巨人，那就是个巨人。往左转是吗？你看到他了没？你看到他了，继续往前，往前以后左边有个坡可以上去，上去以后就是另一个刺。他不会发现我们。发现也无所谓。发现你就跑。哎，他好像没有发现我。嗯，哪有刺符啊？这是在哪儿啊？你这好像 west， 怎么会是 west？ 怎么，不是你让我往左转吗？对啊，你看到他的，你看到他了以后，再往前一点，这个地方有个坡的呀，可以上来的。好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表示有点听不明白。哦，在这呢，在上面。好了，小吴来了。啊，你看到的巨人跟我看到的巨人不是一个巨人。哦。我知道了，后面还有个巨人。那这个巨人应该。嘎住了，一下就嘎住了。所以我要从这巨人这干嘛呀？我回去找那巨人啊。就是有一条往上去的道，往上走就好。我应该是从不说说不太清楚那个地方。对，你顺着那个河道往东走。对的。往东走就是直走了。对，往前面不是，往前面这里就是不是有个，反正就一条路啊，就一条路。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你跑到就看到了，左边有个坡的。右边那个巨人后面有个黄金树，可以去把种子捡。这儿的路都有点像刚才那个地方，就那种拱门啊，往上走一走啊。我好像看到了，似乎。哪里有黄金树呀？在刚刚那个巨人，你看到那个巨人的后面。第一个巨人吗？里面就是有个，不是，就是这个字符前面那个。哦，看到了。Mouse 去拿着黄金树走。这个巨人虫子范围挺小啊。好了，然后接着往坡上走喽。对，然后就有意思了。在这里靠左边绕上来，尽量不要进前面那个冰湖，前面那个冰湖里有个龙的，往左边直接绕上来就可以。大概懂你们的意思。先向下走，对，上来以后朝着正西方向稍微偏左一点，就很通，一直往前冲。正西方向偏左一点，对，正西方向偏左一点往前走，然后看到，然后如果是说是前面是，哇，黄金树感觉离我好近，桥上有射箭的，对，快跑，一直往前跑，一直往前跑，然后你会看到前面有一个坡一样的地方，从那个坡里可以跑下去。对，你要跑快点，巨恐怖，真的是。野兽眼眸正在颤动，哇，快跑呀！那是死根。往哪跑啊？
完了，跑错路了。右边有个地方可以下去，我去，下去就好。他一个灵魂激流要把我突死了。有个 boss， 有个死亡仪式鸟。boss 不用管，就直接一路往左边下面跑就，哦，不是，往右边下面跑就。能跳，能下就直接下。啊，下不去了，下不去了，下不去了。哦，这里可以下。什么声音啊？死亡仪式鸟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小 boss， 你不理他，不用理他，没啥用。看到一个赐福，疯呀！啊，赐福摸了以后，我的建议是摇人，好吧？因为这个里面其实，这个左耳城里面挺恶心的。这么难吗？啊，很恶心，里面有两只狮子狗，然后在你去。我现在是啥也加不了了。什么都加不了，升级现在要的多了，先进去瞅瞅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哇，就是这个，要打 boss， 好像不可以招大哥哎。啊，对呀，啊，所以我就变一号人。这里还有阴影灵要打，后面还有个 boss， 要把那 boss 打死了才能拿到福利，但是那个 boss 比较难打。不可以摇大哥，狮子其实也可以。也可以不打吧，直接过去。boss 必须要打的，你不打的话，他的那个直接在他后面那个房间里啊，我记得是。你跑进去躲到那个龙宝，你那个城里面，你看见有那个有个梯子形状那个台子吗？跑到那台子下面，他就不打。哇，他可以打到我在这里，好过分哦！这个我不用打，那后面那个什么老将军还是什么东西，那个 boss 是要打的。你这个狮子，你跑到对面那个平台下面，它就躲着，它进不来。你在那里面放它，你可以考虑把狮子狗打死，因为给那个东西。哪个平台下面啊？是进去之后右手边有个挺矮的平台，你躲到它下面就行。不这么啊，不可以。右手边，先跑。正对面有一个。你说的是这个？你说的是这个吗？延迟没，有延迟看不见。是的，应该就是。对，再踢到那个平台下面。进不来，你就慢慢打他的。会读指令啊！你有没有发现？每次一出手他就跑了。这种会读指令的怪用这个暗月打不是最好打的。直接用石头打打，我感觉石头打都打死。暗月打三下才会出动的，但他是降临。哇，他要下来了！先把他引出来。咦，可以？怎么还来了一只啊？只有两只。好家伙，这狮子穿模了，有点意思。用寒冰剑劈他吧，要不我感觉用寒冰剑快。哟，被打到了，有点。这暗月有点太耗蓝了，有点。哇！还用寒冰剑用好。我被冻伤，直接弄死了。来摇人吧，好吧，咱不摇人，这个索尔城，我估计这个符节明天也拿不到。今天到下班那点，这里面难度是挺高的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明天来，啊，今天先下班。哦，忘了明天休息，后天吧，后天吧。
所以这个游戏还能再玩半年。玩不了半年了，我现在已经觉得有点没劲了，我要等深爱回来，我要玩撸啊撸了。哎呦喂！没什么，挑战一下，看能不能在爱皇回来之前把它通关了。爱皇不是还有三天回来吗？这是现在你卡 bug， 直接去天空城，直接都通关了。对的，天空城你也得打龙啊。天空城那个神皮也挺恶心的。OK， 下班。拜拜拜拜。